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西西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冰冰。我们今天在东北的查干湖，一起看大鱼，吃大鱼，走吧，走。来到了这个鱼市场，冰院子啊，冰院子鱼市场，这里全部都是鱼，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鱼。这里有多少鱼？40万斤。你要拍吗？你不是没见过吗？我见过了，我以为这是东北的传统。对，是东北的传统。哦，摄影技术满分的王冰冰。哎，这个好，叔叔的要求好多。哎呀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我们在这儿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带着这个心愿过来了，今天你过来学一学做鱼的方法。啊，好好好。再来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厨房，然后要做一个特别大的鱼，还有饺子，还有大饼子。对，是我第一次这样下厨，来来厨房，可以在沟里的。西月，你会做鱼吗？会做饭吗？我啥也不会做。我做的鱼太好了，想想也很厉害了。那鱼鱼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料，是吧？因为啥？最好的食材还是喜欢原汁原味的。这句话叫什么？就是鲜美的食材就是要有自己原始的加工方式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
那个头板吃出来就是最好的食材了。对，美食就是要创新。创新。做厨师最大的自豪就是什么？想吃什么玩意儿自己做。对。吃的时候他心里是想的就是那么一个过程，而且回答就是那么个问题。对。哎，这是最大的成就感，就是在那一刻的体验。张大厨从这个做菜当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幸福。白面和玉米面是啥？哈哈哈！耶呀！海哥，老师，加油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弄你脸上了。哈哈，吃点球饭。自己写的饼子，哭着也要吃完。自己要吃吗？你俩最近过得好吗？那你好，真的。哈哈，一下口感。不是王冰冰，不是王顶顶。为什么是王冰冰？这是什么名字？我觉得我好好笑，就给我起个外号。我天哪，一个外国人都会是谐音梗的吧？就是，哎呦，好吧，那就王冰冰，祝大家年年有余。星冰冰，星冰乐，祝大家年年有余，年年有余，大吉大利。今晚吃鱼。